天这个林非凡退选。那像黄嘉明的评论当中就有提到说，这样子会不会让民进党反而是树立一个比较高的标准，那反过来会质疑国民党的傅昆萁或陈水扁等等相关的案子在处理性骚的态度，这个？大家有没有看过游乐场里面那个打地鼠的活动？好，民进党现在就是这样，把一个一个的可能涉及的性别案一直打下去，一直打下去，想要用这种方法来拆弹。大家看到，其实案件是不断的发生，民进党内还有很多黑数，所以昨天林非凡的退选，并不是说要彰显民进党有多么严肃在处理这件事，只是要凸显民进党知道自己还有非常多的地雷跟炸弹，所以要提前拆除隐性，不要让一个可能涉及性骚痴案的候选人不断的在选举之中像林志坚当时的状况一样，让民进党一失五命一失十命。所以这对民进党来说不是彰显自己的价值，只是一个危机管理。民进党只是把不断的性骚案件当作自己选战中的一个危机管理、危机处理，而不是当作自己要迈向更进步的政党的一个处理方式。要不然昨天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问我说是不是谁谁谁谁谁谁。那请问一下，当你们问我是不是谁谁谁谁谁谁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已经有收到情资了？那你们是不是已经开始处理了？还是想说侥幸，只要还没有被爆料就当作没这件事，爆一个杀一个，爆一个杀一个，就像打地鼠一样，爆一个杀一个，爆一个杀一个，然后没有报道的就算他比较好运，当事人一样这样子恐惧不敢出来的就把他当作没事。民进党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女性的政治人物，因为自己已经从政了有位置了，所以他也不敢爆出来？之前我听到这个谢佩芬发言人说，他当时在参选的时候也曾经被性骚，但是很多人劝他要忍下来。那请问一下，直到今天他还是不敢说性骚的是谁，直到今天他还是不敢说叫他忍下来，这不是就是痴案吗的是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发生在哪一个政党哪一个对象，我觉得体制内的机制永远比修法更重要。现在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说要提这个性骚的防治法的相关修法，或许未来延长追诉期这件事情可以更保障我们的受害当事人，让他心情平复之后，心理治疗以后，当他有勇气提出追诉的时候，他还可以得到司法的救济。告诉大家，真的没有这么快可以平复啦。我自己到了五年后，我才可以非常的自然的去讲出说当年的这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我的过程算是非常轻微的了，因为现场有其他的人，有人去阻止他等等。那像这种居然可以发生在一个有司机的车子里面，请问一下，大家不会觉得那个过程是很恐惧吗？车子上留两个男生，而郑鸿辉为什么毫不顾忌司机在车上？我实在是不敢去揣测说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车子上里面有第三人，而郑鸿辉是不顾忌这个第三人，甚至还指示司机说找个地方找个地方。所以到底是惯犯，还是肆无忌惮，还是司机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人遇过这么夸张的情境。你怎么看就是现在有党内的议员爆说差一点被名嘴给性侵？我觉得这一波的 Me Too 风潮就是让很多人尤其是受害者能够把过去多年以来放在心里的伤痛能够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说出来。那当然借由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说我们透过这一次临时会的修法，能够把所谓性骚三法里面这些过去大家认为有漏洞的机制能够补起来，那能够真的接住受害人。那我觉得大家有勇气说出来，其实也代表说这些受害者很多人都是多年以来甚至十几年前就有这个受害的经验，代表说这个伤痛其实在他们心里是累积了非常的久。那这样子不断累积的伤痛，其实我们听了也都非常的心疼，因为这些伤痛我想时时刻刻都在
刺激着这些受害者，在他们心里一直都隐隐作痛。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加害者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反省？这十几年来，或是可能更久远，这些受害者无时无刻都在伤痛，但是加害者却无时无刻可能都没有感受到受害者的痛，这才是我们觉得说最可悲的地方。那加害者一旦没有检讨，或是他根本没有同理心的时候，他就会一犯再犯。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波的事件里面，有很多的受害者出来指控，这些加害者几乎都是惯犯，几乎都不止一件。因为对加害者来讲，这可能是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但是对受害者来讲，却是无时无刻都是一种伤痛。所以这才是加害者跟受害者最不平等的地方。那更何况很多的加害者，他因为权势，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认为他今天这样子做，受害者不敢张扬，不敢说出来。尤其是在过去的很多环境里，因为缺乏证据，因为种种原因，受害者如果站出来指控，可能会有更多舆论的反击，或是更多另外一面的说法来去，再次的让受害者二度伤害。这也是过去的环境上，我们没有办法去保护受害人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好，那另外一部分当然就是这个上星期发文的事情哦。那在主要其实我比较希望就是大家今天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但是在让大家提问之前，我有一些这个原则性的事情想要先说，就是当天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如一的写在脸书里面，所以之后就是稍后细节我不会再赘述，因为我不愿意再回想。然后坦白说，那个书写千字文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了。十个月听起来很久，但是对心理受伤的我来说很短，我到现在还是会被突然靠近我的人吓到，然后也会还是在晚上会做噩梦，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好起来。那些说我在盘算政治红利的人，我想问问你们，如果你们自己或是你们的家人受了这样子的伤，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我自己在选议员选立委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情啊。那请问现在我又需要妥协什么？真正会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的原因是，我刚刚给各位听过主选在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各位可以听出他的语气跟他平常讲话的落差，他一度让我相信他愿意真心的悔改认错。我在去年八月事情发生之后，我没有向他要求任何的赔偿，我只要他从此以后承诺不要再靠近我。因此他在律师事务所里面写下的切结内容就是他会尽一切可能远离我还有我的家人，避免造成任何困扰。但是就在几个月之后，他毫不避讳的在电视台跟我出席一样的通告，而且一而再再而三，我认为他在挑战我的底线，他在测试我身为被害人但是同时也是公众人物，我敢不敢站出来挑战他。我觉得他在测试我的底线。于是一次两次之后，他不但跟我继续同台出现在我的面前，而且他还当着我的面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而且当他发现他被制作毫不知情的制作单位安排座位就在我的旁边，最后一次录影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在我的右手边，就在这么近的距离，他若无其事的坐在这么近的距离谈论他最不应该谈论的性骚扰议题。于是在那一天我下定决心，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再忍耐的，一个不知悔改违背自己切结内容的人有什么资格谈原谅跟谈大道理呢？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在上个星期四把整个事件经过在十个月之后写出来的原因。我要再一次问各位，十个月算长还是算短？每一个人都没有一样的答案，但是我就问问各位，如果是你或者是你的家人受了伤，多久复原算快，多久复原算慢？只要大家自己这样问一问自己，就不会再有一些奇怪的评论或者是猜测了。我只希望这个事件过了之后，台湾能够变成一个更成熟的氛围的国家。我们当以后我们或者我们下一代在谈论这样的议题的时候，我们的眼中只有是非，不再会用政党去评论去分界这一切的事情。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做更善良的人。
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补充吧。